标题驯龙高手三口杯解禁烂番茄开局 100%。 龙的交配舞太诡异梦工厂的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三将于2019年上映。近日这部电影的口碑终于解禁各种好评，让影迷们十分的期待。目前驯龙高手三的烂番茄新鲜度开局为 100%， 口碑大爆。在 MTC 网站上，驯龙高手三也获得了82分，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成绩。特别是对于一部续集动画来说，驯龙高手三是这个系列的终章。在此前曝光的预告片中，梅拉坦找到了一个女朋友，给了观众们惊喜作为系列终章。这部电影自然也是充满了离别，注定会十分感人。在一些评价中，梅雅仔与女朋友的交配舞被提到 THR， 称这看起来有点像一只梳理羽毛的小猫和彩虹小马杂交，画风有点诡异。不过他也评价这像是一出可爱的芭蕾舞剧。此外，驯龙高手三的结局也被描述为接近哈利波特式的结尾，小格格必须学会如何放手。